哎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永乐市场的里面，这是一楼的地方。这里也是很舒服，哎，都有冷气。它哦，一楼就是市场。嗯，对。对，然后它二楼才是布市这样子，所以你们看，一楼有卖菜。对，有没有？顺便买菜啊。而且这里是有冷气的市场，舒服。而且它其实你看它地上的环境，其实不会让我们觉得就是市场的那种就是很湿啊，然后到处会喷到。而且它这边一样，像哎现在的是不是现在的市场里面都很多这种日本料理店？哦，对，看起来很厉害的日本料理店。然后这边就有一间卖生鱼片的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蛮特别的，有熟食、生食熟食，还有猪肉躺在那边。对，这间牛肉饭店哦，有没有？我们是看到它的背面呐、啊。对，它这个有时候很多人在排队。今天人比较少。那、啊、我们现在要绕到楼上去，楼上怎么走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走走看。对。刚刚那间油饭店很厉害哦，就是像如果小朋友满月的话，都会订他们家的。哦。很多人来这边订就对了。对。所以我们要去楼上逛那个布市，而且电梯在外面。有电梯耶。对。好人性化。不然我推娃娃车怎么上去？来。用搬的。但是我们很好笑，我们走进来之后呢，又走出去。啊，对。哦，四楼也有美食，你看它这里电梯就写了。二三楼是布业商场，对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去逛布市？哦，因为我们家要买那个门帘。对，然后呢，顺便带大家来看一下，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有很多就是海外的朋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来大家逛一下布市。因为其实这边是，我觉得是一个蛮传统的地方，就是这边有卖一些蜜饯药材、布行，或是附近也有那个月老庙。哦，对啊，霞海城隍庙。然后其实美食也是很多的。我们这是货梯呢，超大间的。哦，因为它是那个布要到了。好，让大家直接看。哇！他是东西太多了，然后看得眼花缭乱，而且里面像迷宫一样，走来走去都是这样子。怎么样？看到喜欢的吗？好看吗？你喜欢吗？重点你喜欢就可以了。所有的菜是菜只要都可以啊。你怎么了？啊？妈妈在逛街啊。好了，把它抱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先把它抱起来。对，都没人理它。对。它的宽就是140。
哦，宽是140，对，啊，再看好了，因为这边真的是太多了，所以说我们就是都花了，要慢慢选。这是我第一次来这边，哦，真的很不熟。这个花，我觉得这种花纹蛮可爱的。卡关，对吗？对啊，是不是？很好像做包包的。其实我觉得，其实我觉得都可以，没有说应该是没有说什么不适合，只能做什么这样子。同样一模一样，白色，但它另外一边没有。超多人来逛。以前我觉得只有设计师才会来这边，他来选布料做衣服。他在那边。这有点像米色，这也可以考虑。OK 啊。我觉得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样。对啊，我觉得它有点像市东市场。哦，我觉得有像，就是那种小小的市场，什么都卖，然后又凉凉的，对，然后干干净净的这样子，而且也很多外国人会来。哦，新鲜的包子出炉啊！看起来就觉得很美味。我走它后面，我是觉得蛮香的啦。哦，你看这家日本料理店，有没有？看起来很厉害，想吃了哈。我觉得它的米寿汤看起来很好。它那个咪寿汤味道很重，对，其实我们一直闻到的是它咪寿汤的味道。哇，那个糖嘛，对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感觉，好像它海鲜很新鲜的样子。真的，就是到海鲜的地方，这是一定的，因为它毕竟是海鲜嘛，对。它其实好像日本料理店蛮多间的哦。两间。哦，这家是卖冻饭，它上面冻饭专门店。他那个阿肥，他那个阿肥吃好像很厉害。阿肥吃那个螃蟹吗？还是什么蟹？螃蟹，好像螃蟹。对啊。我觉得，我觉得现在啊，蛮流行，就是在市场里面做这种日本料理店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尝试看看。真的，你说来这边开店？不是，我有吃过市东市场。如何？它好像就是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去吃，我一个人去吃。你是不是带我去台中有一个市场，也是像这样子的地方吃？对。对不对？一个人去，对，然后我一个人去市东市场吃，然后他就问我想要吃什么，然后他是无菜单的，就这样握一个给你，然后吃完我一个人就960，当时我觉得有点贵。我现在我也觉得很贵，所以是他捏什么给你就吃什么，有点类似像无菜单料理那种感觉。啊，这样很冒险呢。或是它是一个 set， 但是你真的是不知道多少钱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多少钱，我只是想要试试看看。女儿说要赶快动，不动的话她要尖叫了。尖叫。对。你干嘛？哎呦，让大家看到她在 beatbox。不不不不，一直不不不不。其实我如果住这附近的话，我觉得这蛮好逛。好，你要卖菜。他跑来这买菜了。看看看。哦，罗曼也要称重。
好啦好啦好啦，抱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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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根还是三根？一根还是三根？看一下这里有多少号。这150。六十六。输了输了。一包150，等于一包里面有三根的，一根50块。其实是划算，但是我觉得它比较不漂亮。哦，没关系，你看。去那个，因为像 Costco 我觉得就很便宜。对啊。你看我老婆逛逛就突然想买起菜来了。好，我们接着。太突然。会，你好像当地人哦。从这里买菜回永和，好远哦，还买罗曼这样子。永和是没有罗曼，是不是？有，很贵。对啊，很丑。好了，我们继续逛逛哈、哦。